原标题，她是红军女兵团长，为掩护徐向前突围被俘，76岁恢复红军待遇。1937年红军西征时，有一支特别的部队，就是红军妇女独立团，全部是清一色的女兵，由几个方面军的女兵抽调组建而成，但主要还是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人员。团长叫王全爱，别看这个团都是女兵，作战一点也不输于男兵，但是这一支女兵团存续的时间并不长。他们随西路军出征后，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相遇，红军与敌人发生大战，在40多天的血战中，红军伤亡惨重，女兵独立团与西路军总指挥部在一起被敌人包围了。由于缺粮断弹，西路军只好用石头与敌人作战，最后20000多人只剩下不足5000人。此时1300多人的女兵独立团还剩下500多人，占剩余人员的1/10。为了打出去，王全爱主动找到总指挥徐向前说，你们突围走，由我们女兵团打掩护的。徐向前哪里愿意让女兵为自己打掩护，不同意。王全爱坚决地说，再不突围出去就全完了，我们是女的，万一打败了也可以化妆混出去。在王全愿的坚决要求下，徐向前只好同意。随后女兵团一律换上男军装，每人分到5发子弹、2颗手榴弹，在王全愿的率领进入了阵地。战斗打响后，徐向前率领趁机突围。在男兵们打出去后，女兵团的5发子弹早就打光了，只好用石头打。在激战，500多名女兵多数人牺牲。很快敌人发现了与自己作战的红军全是女兵，总马上跳下来准备活捉。王全爱命令其他战士往山上撤，自己带着几个人做最后的阻击。结果敌人冲上来，手无寸铁了，他们不得不四下逃散。王全愿猛跑一阵后，突然见着一只破窑洞，立即钻了进去，但还是很快就被敌兵搜出来当了俘虏。他被押送到监狱后，不承认自己是团长，被敌人打得死来活去。敌师长马不清听说抓了红军女兵团长，也跑过来看，见王全愿长得漂亮，结果看上了他，把他带回家，硬是要他当自己的姨太太。王全愿坚决拒绝，马不清的夫人也不愿老公再娶什么姨太太，暗中给王全愿出了一个主意，要他认自己为干妈。王全愿干妈一叫，马不清就是干爹了，哪能再娶干女儿为姨太太，只好罢休，并且他许给了手下一个团长当姨太太。但是这个团长却不能近王全愿的身，一接近他他就用脚踢。这个团长打他可又打不得，因为王全愿是马师长的干女儿。第2年4月，这个团长领兵外出修工录取了。在团长夫人的帮助下，王全愿和另外一个女战士终于逃出了马家大院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，终于逃出了模糊。但是当他们在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时，却被告知不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马不清的干女儿，马家军团长的小老婆。随后八路军办事处给了他5块大洋。26岁的王全愿无路可走了，只好乞讨着回江西老家。这一走，他走了整整3年，于1942年7月回到了吉安老家。此时的他已是衣衫褴褛，瘦骨伶仃，完全变了样。乡亲们都说他不是王全爱，连父母都不敢认。直到他一一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，母亲哭着说，这真是我的女儿啊。母女抱着痛哭。回乡后，王全愿没有说自己的经历，也无人知道他就是红军中有名的女团长。后来
她嫁给了当地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。在吉安解放后，王全爱当过大队妇联主任。1965年，丈夫去世，两人没有女儿。王全愿先后收养了六个孤儿。1989年，王全愿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，这时已76岁。2009年4月，他才去世，享年96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